说，然后呢，这首歌也是需要大家的合音哦，尤其是我知道这首歌，我之前去过机构带，我记得阿公哦，把他送去住进去安养院，结果回龙白公位，然后我们来唱，每个礼拜去带卡拉 OK 跟他唱歌，龙白唱不，结果唱到这一条歌，阿公哭了，他说我好想家哦。从那一次之后，每一次我们去就跟着我们唱歌，所以我觉得这条歌可以引起大家很多的共鸣。好，阿公妈妈，这里就是你们的家，哎，不用怀疑，我们也会常常来陪你们，你们应该看过我很多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把它当成是你的家，你就很欢乐，就在这里快快乐乐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鼓励。将美丽的花
情绪的一种发泄，我觉得是非常好。哦，阿公阿妈，我干一根本。哇哇，阿公干来了。哦，哈，阿姆哥把喜爱的零食本来点给点我啊，吼，还骗我哎，没有，看你精神都足够好，哦，还好，今天没有带点心来，我们还是要来颁奖谢状哈，我们请出。